Thank you.
啊，还没有开张啊。对啊，你测量刚好5米。这个拉起来不止啊，9米。没有，你全部摊开是9米啊，你刚。这样拉开这样差不多4米。这个快速扣嘛，哦，快速扣。吊在那边比较舒服、啊、美容啊，美容两个都没跳，他没跳高升，男的也没跳跳速度啊，那个有没有？可以感觉一下，因为它没有背光啊，它有光源才看得到。如果说你看很暗的地方的话，是什么都看不到。我是想说，拍拍看路上的感觉。那你这个潜水灯是吃锂电还是一般电池？锂电啊。对啊。大陆做的。效率比较好。对啊。它这样。一支多少？一支1700块。1700，那蛮贵的。不是很贵啦，1700。但如果在大淘宝算1100。哎，对啊。我只是说先这样拍一下看看，这样子站的感觉。哎，这样会拍到你耶。真的会有。稳定怎么样？看，它这个有没有电池方正？它只有在标准镜头有，在广角没有。它可以。啊，换边，换边。所以它镜头可以切换两种模式。三种模式啊。嗯。不，那是在。没有装防水科的情况下才可以切换，在现在装了防水科就不能切换，所以要直接设定广角。对啊，我之前这个就本来就是溯溪的、啊。对啊，就不用。我之前本来也想要好。那里面是软的、啊，你摸摸看。啊，你这是你自己粘的、啊？对，我自己粘的，用瘦钢粘一粘，但是效果不好。粘得住吗？粘得住啊。它这么滑，你有没有滑？你有没有滑？没有没有。洗几个洞，然后用螺丝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就不會你接上去的，接上去，这个很黏的、啊。你不用搓一搓、哦，有大概搓一下了，用那个酒精擦一下而已。我之前本来想要做一个，我就拿安全帽、啊。我看它这样都不会晃啊。你看它里面是软的、啊嗯，对啊，就比较舒服啊，有防水的啊，对啊，就一晒就干净、啊。因为我主要是装灯啊，我没有装摄影机啊，而且的话我就把我的那个头套挖两个洞。因为你那个一般的那个帽子，它里面是保丽绒，那个浮力太大。哦。塑西帽才可以。对，塑西帽的话，它里面是软。要排水良好啊。它也有浮力，但是没有那么大。没那么大，千块就不像，没那么重。对啊。正好。我看冲浪有人带这个。有啊，有人带。有啦，他脚上那个东西浮力，那老板娘啊，就在中脚那边啊，整个被他弄到啊，后来就，以后你看到冲浪戴那个安全帽就是他。对啊。就东西浮力老板娘。这一顶才1000多块而已。对，不是现在在冲浪，他就带这个。这一顶才1000多块，也不贵。对。那这骑摩托车不行啊？
也是可以的，警察哪里会不会、啊？不会、啊，只要你有带就好了。这下正要下水才带耳洞。啊？对，这个。你看我这样照到你是在这个角度就可以照到。哎，你是什么时候戴？你是面镜戴好才戴帽子，还是帽子戴好才戴？面镜戴好才戴帽子。这个角度就照得到了。你看他们现在一百，他们现在都是做这一种，这种比较耐用、耐操，它不会破。对，比较。不，膝盖一样会破啊。你是为他膝盖加做那另外一种厚的？因为我没有穿那个裤子啊，太厚了。太厚了，就受不了了。那、啊、这个地方又比较不会刮到。胶水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们这台北做到，皇家做到。皇家也有做，这个是在淡水那个土尾淡水那边做这个针织的，还有衣服的、啊哦，衣服跟裤子的、啊。哦，按这样一套多少？5000多块吧。5000多。大哥。哎。拿其他商队的钱给他出去。有啊。啊，有啊，但是上次他那个路工在那边哀哀叫，干脆了，给的不干脆了。